发型师，来我们店里面享受下料味，来宾馆吧。小帮手，几点了还没来啊？需要教育一下。爸爸，你好。我没办法想象他来当我们的小帮手，朋友的角色里面就是一个小王子。记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 揿住个钟仔，同埋 like 我哋呢条片啊！